IQIYI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TPG 文创的练习生王承炫。觉得一切都来得很快，就是事情好像告诉我们哦，要做，然后马上就做完了之后就。我刚刚做了什么？就是你在梦中的感觉，对，一切都过得很快，对，这种很奇怪的感觉。创造一个新时代，旧规则都打破。I'm not a dog, bring out on wall。将新的规矩，我看似无心插柳。练习时长一年，都会待很久，就是一天当中最久的时间，都是待在练习室里面。有练习了唱歌，然后饶舌也有，舞蹈也有，对，然后写词也会。我从小就很喜欢舞台，然后很爱表演。小时候其实一直都有蛮多表现的机会，像是什么毕业的晚会啊，或者是就是参加什么比赛啊，舞蹈比赛，社团也有。来到《青春有你二》，你想象中的自己未来几个月的生活是怎么样？应该会过得很紧凑吧，就是没什么休息时间，然后都在练习，然后训练。那你觉得你做好准备了？准备好了才来呀。希望我会是一个很好的队友，就大家都会想要我当队友的人。所以那就是在名次上面，就希望自己进到前十。前十。之前练习的过程中有没有特别心酸或者比较孤独的时候？会有啊，就比方说歌练不好，唱不出情感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很纠结，然后会觉得说自己怎么会办不到，会难过。想放弃的时候会有，但是通常哭过了就好了。没有从艺，我觉得我应该我会煮饭。煮饭？做厨师？是做厨师吗？还是可能吧。就是你有没有哪些别人没有特殊技能？我的手指头很软。手指头很软？表现一下大概有多软。可以帮我拿一下。这是从小就有的。对，从小就有的。然后我爸爸也可以。是遗传。遗传的。超能力。习惯。